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630集的节目。今天跟各位分享是2007年电影的《Frenzy 迷乱》。台湾的话呢，翻成疾风吧啊、哦。那两个玩具是同一个人买的，都是二手品。那这个可动的人偶不可变形啊，它是有上过银漆，所以跟原本的一个样子会有一些不同。那这个是几乎是把它跟电影里头的一个样子做出一个最高程度的一个还原啊，就这样子。那玩具的话呢，就实际上的一个今天要介绍的主角是这个，快速变形的等级。虽然号称是快速变形的等级，但它的变形难度呢，却比现在 Titans Return 的 Leader 级还要再困难。至少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它比现在的 Leader 级还要难呐、啊。虽然是快速变形等级，但其他的个头来讲很大，比这个官方现在的一个 Deluxe 等级呢都还要再大得多，而且不是只有身高高而已，你即使从侧边来看，它也是很有分量的一个玩具，非常重很沉，但造型来讲的话就是很破碎，你如果跟旁边这个你完全仿照电影的样子做起来，就会觉得两个的造型是天差地别，很破碎，非常的破碎。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毕竟是一个快速变形的等级，然后它还有一个机关，就从这个地方按下去的话呢，会有一个武器弹射出来，这个如果对不对，这个看过电影的话，奇怪，应该一定都看过电影吧，这个会看我节目的朋友应该几乎都会看过电影，这个飞镖电影里头也是有这样投射出来的，看到这个就会想到第一季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画面吧，国防部长的等等。顺便提一个消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电影第一集里头演那个国防部长那个演员啊，他其实是安吉丽娜裘丽的爸爸哦，这一点好像有些朋友还不知道，但可能很多人也知道了。那玩具的可动来讲的话算普通啊、应该是说手部的一个比较正常，平举到这边，你如果反转上来就可以举高，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关节手肘举，那这边有一个零件可以动，那腿的话往前往后踢，那么这个地方是可以翻转，那头部的话也可以转，那头部的话有一个变形的时候会需要用到这个，如果你从这个收音机变成人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机关，各位刚刚有听到这个啪的一声啊，这个声音很清脆很响亮，站立性的话也还算可以，但你这个重心就稍微把握一下，这个脚底板看上去很单薄，但其实站得还不错，后方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一个造型，乱七八糟，可是很有机械感。你们有一个，就是主要是说呢，你如果说它是一个机器人，其实它很有机器人的味道，很有机器人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要跟电影里头那么纤瘦的样子相比呢，这个就是造型就是几乎有点不及格了。那这个的话呢，就我有朋友还是有一个比较，对，比较特殊的一个玩法，对不对？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类似于星战里头的那个这个什么什么机器的一个感觉啊，这个。之前玩我发过 Facebook， 有跟大家发表过一个动态，变成一个类似于星战里头的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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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着的 ，OK， 反正就是有一个，随便你怎么变吧。那么呢，我们好吧，电影系的玩具哦，对我来讲感情就是特别深哦，把它变形成一个收音机，那变成收音机的一个步骤，第一个是把腿的地方把它翻起来，然后这张腿把它翻上来，然后呢做这个这边这个缺口跟这边的一个结合扣进去，从这里把它给贴进去，那这边把它压平，那这里也是一样，脚抬上来，然后这一片是要翻下来的，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推进去，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凸，对不对，然后这里是有一个凹槽的，这个凸跟凹槽基本上是要对在一起，但是对的时候就是你还有这边有一个小缝，你要这样扣进去。 OK， 先把腿呢给收纳进去了，再来就收纳手，手的话比较简单，这里凸，这里也有凹，凸跟凹，凸跟凹，扣进去。这个变形哦，说真的哦，第一次刚拿到的时候呢完全摸不着头绪，这到底怎么变啊真的非常的不直觉。那一方面是来自于说以前的玩具变形难度比较高，再来的话就是说它的造型来讲的话，因为比较破碎一点，所以你比较不容易去想象它的一个样子，这个这样翻过来这一片啊，这个是可以拉伸的，
记得把它给拉伸，然后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那这里也是一样，从后面把它解开，从后面把它解开，从这边过来扣住。最后就是把从这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分开之后是整片，这里整个很大片的一个布垫这样翻过来到这边合并，最后就从利用这个地方稍微破开一个洞，然后这里有三个对应的，四个，1、2、3、4，然后对应都有一个图跟刀的一个结合。如果你熟练的话，也可以很流畅的把它变完，但的确是要花一点这个时间熟悉一下它的一个结构。很漂亮的一台收音机，这里还有一个它的名字，这边 Frenzy 97.7，有什么意义我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做的很像真实的一个扩音喇叭的一个样子，黄牌的标志，这里有一处，这里还有一处，当然了，非常经典的武器还是可以发射，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哎呦，这个力道还不小啊，真的，这个弹射力气还是很大的。那它我就觉得很厉害的，就是说它这个在收音机形态下可以有一个发射，而且在人形的时候也是可以发射，就是一个横的，一个是直的一个发射，挺有意思的。 OK， 那么就跟各位分享这个Frenzy 到这边啊，这明年电影就10周年了，这个见证了一个光辉的历史，一个漂亮的变形金刚上升的阶段啊。第五集的玩具我只能说不敢太期望，因为毕竟还是保守一点观望，比较不会那么失望了啊。那么这个纪念一下07年的一个玩具吧，那很高兴的呢能够拥有这个让我颇惊艳的快速变形的 Frenzy。 那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